讲好农业种养殖，分享农村真实生活。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雷哥。相信大家呢都非常清楚啊，我们河南的这个小麦呢被水淹之后发芽发霉。最近呢，很多粉丝还有很多网民朋友们都想知道河南种植这小麦今年的产量究竟会如何呢？那么想知道的朋友们跟随我的镜头，咱们看看一位老农民说出了真实的话语，产量究竟如何。来，想知道的朋友们随着我的镜头咱们继续往下看。我们家的小麦啊种的是比较少，一共种了是有七八亩地的。大家通过视频呢咱们都可以看得出哈，我家的小麦基本上都收获过来了啊，现在就在这个院子里面正晾晒着呢。首先呢晾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麦子质量哈，咱们从表面上看哈，总体来说还算可以，颜色啊颜色不算是差异很大的哈，有部分也会出现发霉发黑还有发芽的一种状况。另外呢这是我们另外一块地的这个小麦，这个颜色呢和刚才的那个小麦这个颜色有所差距了啊，有所差距了，是不是朋友们？咱那都看得非常清楚了，这个发芽的发霉的发黑的都有啊。今年呢反正是总体来说吧，从我们这块我们河南商丘来说哈，这个小麦这个受淹的程度并不怎么严重，相对比起那个像驻马店呀还有一些那个南阳啊，他们是比较严重一点，像我们商丘的话我们这边不怎么严重。但是今年这个受这个雨水的这个影响，像我们家的这个产量究竟会如何呢？然后呢这个话题这个答案呢我问一下我老妈，我老妈是也是更加清楚的了。咱这个产量比去年减产多少嘛？减产多少啊？你把那说的啊？啊？咱姐的话得的差不多，冬天呢减产减的多。咱这花多少？咱这一亩的花千把斤多？我千把斤。啊？这多千把斤？啊，那东北地嘞？东北地干了个几百斤。几百斤儿？几百斤儿？有七八百斤儿？没有。啊。刚才的我老妈也说出来了哈，也就是说我们一共是两大块地，两大块地呢，像大家现在所看到的这一块地哈，产量相对来说还算是可以，啊，还算是差不多的，有1000多斤左右，像刚才呢给大家拍摄到的，那一块地呢，也就是说产量呢，相对来说，弱得很，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产量的面积哈，产量的面积。通过视频呢咱们都可以看得出，这是将近五亩地的小麦，一共有这么多刚刚我老妈也说了，每亩产量差不多顶多也就是有个500-700七八百只左右啊。在昨天我刷视频的时候，有的农民呢说到了他们家里边这个小麦都是有的是颗粒无收啊。刚刚我也刷到一个视频，一个驻马店还是哪个地方的呀，种了有200亩还是600亩的这个小麦呀，颗粒无收，原因呢就是发芽的严重特别厉害啊，特别严重。还有呢在众多这个种小麦的一些农民呢，他们都反映到了今年的这个产量呢肯定是不如往年，今年产量反正是最高的话有个千把只，低的话300-400只甚至500-600只都属于很正常的。但是算下来的情况下，全部算下来这个利润的情况下哈，有的农民都说到了，也都说顶多啊赚个苦力钱不赚钱，因为一亩地小麦需要这个肥料啊，农家肥啊，打药啊。鸭子煤啊，可以啊，鸭子煤可以，现在就想着了，一些专家哈。鸭子煤啊，那肯定费劲。大家呢也是非常清楚哈，也都说在前几天，也都说有我们河南南阳哈，南阳那边有农民卖这个发芽的一些煤，发芽的这个小麦，啊，
发芽的一小麦这个价格呢，低的是特别可怜，非常离谱啊，3-4毛以前一斤，5-6毛一斤，这样卖的情况下，本钱都不够的，本钱都不够的。所以说今年呢，说实话哈，反正是产量低的差不多，而且我们整个河南来说哈，都是受灾区比较严重的一个省份了。另外呢，大家也是非常清楚，我们河南省是种农业大省，啊，种小麦面积可以说占据首位，啊，面积都特别大。可是今年呢，是一个不好的年份。在我今天刷视频的时候呢，也就是说刷到一个专家曾世强，好这是曾老师，他说到了今年这个灾情啊，他有预示的，有预感的，或者是也预言过有这回事儿啊。究竟是不是真的呢？咱们也不太清楚，毕竟，没有人证实，是不是？那只是一种听说而已，不是证实的，是不是，朋友们？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所分享的，我们河南这个小麦受这个雨水的影响发芽发霉，导致农民这个收入降低啊，这是一个主观的一个因素吧。反正是今年的这个收入相对来说比往年要降低了很多。而且呢，今年的这个陈小麦的这个价格，也是在这几天也开始涨价了，也是一个好的一个趋势。但是陈小麦涨价呢，卖的农民我相信，都特别少，并不多，因为今年的这个新小麦已经是，没有办法这个大量使用，是不是，朋友们？以上视频呢，就是给大家所分享的2023年我们河南小麦受这个雨水的影响。啊，受着雨水影响，这个一亩地的产量，究竟会如何呢？通过刚才这个视频，我相信大家已经都非常清楚了。今天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下个视频比这个更精彩，下期不见不散，拜拜。